红奖歌曲评论区，大家记得来留言互动。第一题，2020年的故宫多少岁 ？A. 590岁 ，B. 599岁 ，C. 600岁 ，D. 605岁。第二题，第一期节目中介绍了故宫实际建造时间用了多久 ？A. 3年半 ，B. 13年 ，C. 30年 ，D. 50年。第二题，第一期节目中介绍了故宫实际建造时间。A. 3年半 B. 13年 C. 30年 D. 50年。第三题，第二期节目中乾隆爷命人做的 3D 版本的大禹治水图玉山有多重？ A. 1000斤 B. 100斤 C. 10000斤D. 50000斤。第四题，第三期节目中我们重温了雍正与十三爷一祥兄弟情深的故事，那么雍正称身兼九职的十三爷为 A. 紫禁城好人 B. 地球全人 C. 故宫牛人 D. 宇宙全人。第五题，第四期节目中探索的是以下哪幅作品？ A. 富春山居图 B. 唐宫仕女图 C. 韩熙载夜宴图 D. 百俊图。第六题 ，SIG 女团演唱的《上新了故宫》节目的插曲名字是 ：A. 故宫你好吗 ？B. 你好吗故